由中华民国传阅爱心协会募集台北松山自由宫等单位的协会资源，每年拢会来到信乡露水溪山四个部落举办爱心物资以及种族学金的发放活动。除了用民生物品来帮助有需要的部落家庭，更加募集种族学金，鼓励学生感受社会对因的关怀，更加用功读册，脱离困境。部落居民认真来找找适合的衫裤，要摕转去给囡仔穿。这些衫裤虽然是放伫涂骹，但拢真清气，甚至看会出来有诶拢无穿过。好受助诶居民是真感恩，主办单位希望借此分享社会资源和有需要诶民众。因为要买多很贵啊，刚好有这个，其实这个都很干净，对，可以穿就尽量啦。但是看他们的 size， 对，如果 OK 的话就诶。你们就帮忙，对，用买多少两三百块，哇，四百块，哇。你有几个小孩？我三个小孩，哦，还有我弟弟的，我也帮他们拿，对。那这个中间当然也有很多爱心团体的配合我们，啊，比如说台北市松山慈幼宫，提供我们物资，然后台中大肚的，和风那个老人关怀协会，他也有协助我们。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从台北每年两次，啊，到仁爱乡、埔里，还有我们地里这个信义区这样子发放。由中华民国传阅爱心协会募集台北松山自由宫等单位社会资源所举办的爱心物资以及种族学金的发放活动，希望会当关怀弱势家庭，每年两次的善心义举，请大批志工拢来贡献心力。起码比较不会对，然后但是很感谢他们啦，帮助我生活多少煮菜啦或者煮饭啦多少有帮助，感谢他们很有爱心啦，帮助这些比较困苦的人，对生活当然是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像比如说米啊、盐啊，就是日用品，都非常非常有帮助。参加这个爱心协会的话，从一开始有传阅，我就参与了。因为最主要是帮助偏乡的一些比较弱势家庭，尽量再做一点微薄的赞助啊，希望能够那帮他们度过，让他们比较好过一点点。不少很多甲搬送物资的辛苦，在志工只希望会当来到部落，看到受助民众的笑容，并且在因的持续关怀方式之下，好认真救下的部落囡仔以及经济弱势家庭，拢会当减轻生活上的负担。记者金山差不多。